又是我们 Banana UK Deco 的时间。今次我们接到一个大工程，帮客人重新翻新屋顶。由于工程的关系，我们需要在屋企四周围搭棚，你都可以清楚见到屋顶翻新之前已经变得残旧了，亦都有可能会导致室内有轻微渗水的情况。将整个屋顶全个翻新之后，就可以一劳永逸了，咁以后就唔使惊有渗水嘅问题出现啦。再次多谢我哋嘅客人选用 Banana UK Deco 嘅服务。